二十四号下晡，彰化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柯承芳受罪后援会成立。彰化县长王惠美、前县长杜碧源、立委蒋万安、甲前台北县长周思伟拢到场收听。现场是来了周清明乡亲热情收听。二十四号下晡，立委候选人柯承芳受罪后援会闹热成立，周清明乡亲热情捧场。县长王惠美表示，柯承芳学历和经历都非常丰富，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才，希望大家做伙把伊送入地法院，让伊来为乡亲服务。柯科第一名，那在我们的法务部任内呢，升到我们最年轻的科长，咱县长来做县长，也发现到一个好人才，甲请转来咱的地方。为来做过咱的这个计划室，做过咱的这个劳工处，以及机要，以及到咱的副县长。历练是非常的丰厚，难能可贵。伊对老母是也足友好的吼，当时会转来地方嘛，是为着伊的老母吼。友好的人总是吼，拢有真好的这个发展吼，啊嘛是会对人真实在。所以伫遮，我望咱的乡亲长辈啊，秉着过去疼重惠美啊，交惠美斗邮票的精神，继续甲咱的柯承芳斗相共，安尼好无？啊，我伫遮感谢所有咱的乡亲士大，会将代表着咱各界、咱秀水乡。共同的愿望，共同的心声，咱就是基层的声音，咱就是最接地气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些声音我会听到，未来拜托大家给我机会，我来中央替咱秀水地区，咱来发声，整合配合，包括咱环境、咱乡情、咱地方权力各界的需要。我来替大家走总。现场也来了真侪重量级的人士，大家拢到场支持，希望将柯承芳送入地法院，为乡亲发声，争取建设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秀水采访报道。